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节目。来，今仔日的节目，有还是在讲萨加利亚？你讲，哎呦，那讲啊，别煞。因为吼，萨加利亚伊不但是有看到足些异象，伊的故事也未结束啊。因为萨加利亚是背叛即阵人，伊变来中间圣殿会拄到足些困难，所以上帝要派咱做一件工作的时候，上帝拢会派天使，会派叫做使者在，伫咱的身躯边来给咱支持。 上帝未互咱孤单啦，所以呢，撒加利亚好像天使一样，陪伴伫即阵一些人个身躯边。所以我相信，咱孤单个时阵，咱困难个时阵，你甲认真想，咱个身躯边一定上帝也派出一个天使。上帝绝对无可能放咱家己一个孤单面对即个困难。即个天使可能是你个太太，可能是你个牧师，可能是你个小组长，啊，可能是你身躯边即个朋友。天无绝人之路啦，上帝足疼咱啦吼！ 虽然咱犯错，咱有毋对，上帝会甲咱处罚。迄、那个处罚嘛是为咱好，毋是要互咱死，伊著足欢喜，毋是安尼。所以啊，当撒加利亚迄阵讲出伊所看到人、讲伊说的人了，伊说的人吼、喔，对伊啊就慢慢慢慢愈来愈尊重。所以有一处，因就派人来问撒加利亚讲：“圣子啊，借问吼、喔，你替我问神一下，问上帝吼、喔，讲安尼是毋是吼、喔？” 那只要以前个习惯，甲一寡节日个时候，阮拢爱禁食哦，禁食，迄叫做咱即卖话叫做斋戒沐浴。尤其回教，大概都对即个观念比较印象较深。回教徒一年几拜时候，那时间到拢斋戒沐浴哦，拢禁食。我记得迄阵，我看篮球吼，篮球美国个职业篮球，啊，有一个人叫做阿拉吉万啊，迄是以前是。 人讲叫做非洲天王，因为伊是对非洲去的，吼，以前踢骹球的，所以迄骹步诚厉害，人叫做梦幻的脚步，哈、啊，即、這个人就是信佛教，所以一年中间呢，伊著是有几摆拢爱遵守因佛教的即个教规，吼，啊，所以袂当食物件，禁食，吼、哦，爱祈祷安尼，所以有当时啊新闻的，袂当讲啊笑啦吼，会甲宝宝讲啊，即满拄仔好。 会叫的灾事吼，所以阿拉就话无遮物件，毋知安尼会无力通拍球无，因为是运动员嘛吼。用安尼来形容，就是讲，连一个运动员，伊来信会教阵，伊嘛是拢遵守遮物件。啊，即毋是干那佛教有呢啊，伊即个人嘛有啊。所以犹太人就嫁即个萨加利亚。你甲问上帝，问看讲，阮是毋是犹人应该遵守以前的规矩吼？啊，时间到著爱敬谢祈祷安尼。结果。 上帝透过撒加利亚安怎还能应呢？上帝讲，恁太来蒙我，恁所做甲我拢无关系。过去遮侪年来，恁咧禁食，迄是为着恁家己做呢汝会感觉真奇怪，诶，啊！上帝你无意思呢？我禁食是因为我咧祈祷，我咧读圣经，迄是为着汝呢。上帝讲，迄是为着汝，毋是为着我。汝若讲安尼。 因为汝都无用心嘛，即、這个道理就简单嘞，安怎简单嘞，囝仔吼，甲妈妈过母亲节，讲妈妈母母亲节到啊，哦，母亲节到啊，我送汝一个鼎。妈妈讲送我一个鼎，要创啥？安尼汝煮的菜粿会好吃汝到底送迄个咧是为妈妈，是为咱家己呢？迄是想想为着咱家己。另外一个呢，男朋友等讲，行来唱歌，创啥？啊，都某某人生日，咱来庆祝，借问。 是真正庆祝伊的生日，啊是讲透过即个生日，逐家变来快乐，即个答案足明显嘛。咱大部分的时间，咱所做的即个代志，往往毋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咱家己嘛。因为我要唱歌，找无借口嘛，所以我都爱找一个足心情的借口。讲啊某某人你生日吼，今啊咱来唱歌，啊敲电话叫一个好朋友，逐家来唱歌，甲汝庆祝汝的生日。等甲汝去的时阵，逐家伫遐哦，买一个鸡两个。 哦，祝你生日快乐！啊，切切嘞，噗噗噗嘞，好，过来咧唱歌开始哦，唱嘞，唱嘞，唱嘞。迄鬼暝，甲你即个生日个主角跟有什么关系？拢无关系。吼、哦，是你较最后，迄有话也较响的啦。啊，生日即趟胜你诶，我哩到遮来，咱就讲是生日出来吼，逐、哦、个要来请我安尼结果即卖人真响诶，有当啊一堆人去食吃来讲，诶、欸，你生日惊爱互你请吼，安尼共卡油呢？吼。哦 啊，叫如座来还是聊如呢。吼、哦，啊，即个朋友吼，是、哦、交大家食食做一起吼，啊，小单留互你，有无？有啦！我即摆咧讲，足侪青年人一定讲，对对对，哦，老师汝若遮了解，即摆青年人的文化拢嘛是安尼，吼、哦，都拢趁机会去人卡油。啊，要送是送得家己啊、哦，啊，毋是讲真正要讲庆祝生日是一个借口尔。啊，所以即摆有人祝生人生日拢毋敢红知吼，现在讲生日的时够叫用设计去啊，毋是讲生日的啊，你若讲有一个。 同事若升做主管，哎，你也请客，因为你升做主管，毋爱请。所以咱人所做足些代志，你若认真想，真正为着咱家己，真正咱毋是为别人做嘅，咱实实在在是为咱家己做嘅，所以足悲哀啦，足悲哀啊！所以上帝透过萨加利亚甲你讲，哦，恁今次基督甲我拢无关系，即句话在当时。 对伊来讲是足大足大一个震撼嘞！哈、啊，我今朝我拢无食饭，我遮尔虔诚，上帝竟然讲甲伊无关系，是我家己要做个。不但当时的人感觉正意外，上帝哪会用安尼讲。我想即句话，后来对中国世纪足济天主教的教导来讲，迄是犹阁较大个刺激。因为咱知影历史上正出名就是天主教导吼，足虔诚个哦。 你捌看讲，咱咧拜拜人吼，跪在涂跤咧拜有无？嘿，迄天主教徒，要去教堂诶时阵，我看迄个什物咧，圣保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迄楼梯一竿一竿，迄偌长咧。迄信徒去到遐嘛是安尼，安尼咧，安尼拜，啊拜一竿都拜一拜安尼。迄拜到顶因哦，迄脚头位拢拢溜赔去安尼。迄嘛是安尼用拜咧，迄个爬楼梯咧，迄毋是讲拜地念咧，吼、喔。 啊，咱就是三三拜九叩，吼！咱一般物件信仰，有人嘛是安尼，为着要海关，今日今日拍个涂骹，搁跪用白还搁拍个涂骹。你看，咱人做足侪虔诚诶物件，咱想要用咱诶虔诚感动天啊！但是上帝却回答讲：，迄甲、那個、我拢无关系，迄、那、恁、個、是为着恁家己所做诶。有人是为着伊诶好名声，要用看讲啊，即、這个人真虔诚。 即个人道德家，有人了的人为着名声做；，有的人是因为要甲上帝交安，讲上帝啊，我那安尼对待你，哦，我几工无食饭，啊，拜托你安怎安怎？那是甲上帝咧条件交安，上帝讲迄甲我无关系。有外侪人，伊是发自伊的内心，伊是真正家己心甘情愿、快快乐乐的进止，快快乐乐在追求上帝，就。 这是上帝的一个悲哀啊！人讲一个悲哀的心声、啊。上帝讲，我伫这个世间找袂到什么人是家己心甘情愿甲我做伙来体谅这个世间的艰苦。所以在新约的时阵，有一摆，耶稣带著伊学生啊，无装带哦，干那带几个以前来讲袂歹的哦，带三个，带去祈祷。在耶稣特别定十字架的时阵，带几个学生去祈祷，讲啊，你来为我祈祷啦。 我即晚心内足痛苦的哦足痛苦！的请你甲日做伙来祈祷。结果在耶稣啲一祈祷的时瞬，即三個人煞轉困住啊！啊，难得看到耶稣讲拜托你为我祈祷呢？諗下耶稣为人祈祷呢？那有人讲耶稣讲叫人为伊祈祷的真罕见啊！但是难得耶稣开嘴一摆，要求，即係学生啊，竟然困住啊！所以讲即、這个世间会能体会上帝心的人是足少的哦，大部分的人攞自私啦。 拢，上帝，你着听我个话，你着教我安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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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上帝讲啊，有人会当体谅我个心无？少啦，一个囡仔若会当体会老爸老母个心，体会到别个个外呢感动咧。吼，迄老爸老母佫、哦、较有偌济物件，伊嘛甘愿学伊伊个囡仔，因为伊个囡仔有体会伊个心。但是咱即满饲个囡仔拢不哩啊自私吼，所以咱即满教育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咱付出个囡仔，咱付出伫囡仔身躯顶个物件，囡仔拢就咪讲迄是理所当然。 因拢无一个感谢心，因拢无想到讲，即是老爸老母受苦互因咧因拢袂安尼想，因拢就咧讲，我即马享受的是你欠我的，你本来就应该做即种代志啊，啊，所以人一个笑诶，啊，讲有一个，一个囡仔问因爸爸讲，哦，爸爸，你看，人家哪住遮好的厝，人那开遮好的车，这个爸爸对这个囡仔现看嘛大大咧。” 哦，蒋介头大大来讲，我囝只要认真读书，好好啊读书，将来即个物件你拢有啊。未来什物都有什物即个囝仔应该真感动啊！毋是？即个囝仔问伊爸爸讲：“爸爸那为什么你以前不用讲读书？”吼 <laughs>、哦，即个囝仔就讲：“啊你既然讲认真读书著有啊，你以前啊细汉时你啊唔认真读书，趁即个物件来互我开，真正来伤脑筋的。哎，即摆囝仔真巧呢，吼，巧蒙巧来遮自私啊！” 自我中心，因为即摆囡仔生一个生两个嘛，宝贝仔囝嘛，皇帝命嘛，因为就是你讲啊，即我一切我看到物件拢是属于我诶嘛，啊，即、这个物件本来着是我用，我欲用嘛，啊无我欲用，啥物人欲用？因为主事人今仔伊看着伊一个囡仔尔，我说是啥啊，台湾最多一个问题，自我中心，这也是萨加利亚迄个时代上帝透过伊对伊百姓所讲的话，上帝讲恁所做诶物件拢跟我无关系，咱就是家己足虔诚诶。 咱就是讲，安、啊、尼，我是一个最好嘅基督徒，我是一个最好嘅教导啦，莫讲基督徒啦，任何宗教拢共款，你最好一个教导啦，佛教徒、佛教导、清教导，咱是最好一个教导。但是有一日，等你阿上帝开口，讲上帝，安尼、啊、我有好无？上帝，你看我做安尼？上帝讲，甲我无关系。上帝讲，迄是你为你家己做嘅，吼，好歹你家己负责，吼，你若欢喜就好，吼，啊，你毋免问我。 哇！听到这句话是毋是足灰心诶？听到这句话是毋是足伤心诶？所以上帝对因来提醒，不但安尼，上帝更讲更较响诶话。上帝讲啥？上帝怎对撒加利亚讲？你去甲这以色列讲啊？讲吼、哦，因哦都、就是因为无诚心敬拜我，所以虽然因有做足些看起来足虔诚诶这宗教行为吼，我拢无那样啊。 啊，我拢无那样讲啦！即个人将来我，我要将因分散，我要将因拍散，将因送去到因毋捌嘅人即个国民中间。因去个遐所在，人咧讲啥，伊拢听无，就好点咧咧。这代表啥物？代表以色列人后 u t 来灭我嘛？哎，代表以色列人后来流落在世界各地乡啊！啊，人讲话伊拢听无啊，俾人欺负。 上帝讲，这一切拢是因为你只有天性的外貌，却无迄个天性的内在。讲起即段悲哀的历史，因为说后来都是以色列被大屠杀，咱感觉讲哇、啊，好理咧加载，加载我毋是犹太人，但是毋是安尼看代志的哦、喔。以色列人的命，我拢甲咱有关系。所以犹太人后来被上帝赶到世界各地，这甲咱有啥物关系咧？你要看这个档

来啦！哦，咱咧讲即段吼，就是讲到犹太人因后来所造就的犹太人足悲情的咧，足悲情的吼。即、哦這个民族讲起来是足古早的民族啊，伫迄阵埃及的时代都有啊，埃及的时代都有啊。其实你若要认真追求起来，因其实对阿当的时代，当然咱每一个人拢是对阿当的时代落来啦吼。只、哦就是讲成立即、這个以色列即个国家，讲起来阿伯拉罕的时代就开始。 照理讲，伊嘛应该像今仔日世,世界世界啊几个真古早，就是讲埃及嘛，吼、哦、中国嘛，这拢是历史真久真久的国家嘛。照理讲，伊实咧也是，但是因中一段时间因的历史空白去啊。是想做哪安尼？咱毋是犹太人，所以咱毋免关心。但是当汝真做一个基督徒的时，汝着要开始关心。为何？因为犹太人的命运。 那是相对咱看到诶一个 case 量犹太人的命运是对咱基督徒讲起来，那是叫做一夜血泪史啊。因为犹太人因都是只有敬虔的外貌，根本无认真对待上帝。你讲即种态度，敢无基督徒是安尼吗？有啦，有啦。足少人拢讲我基督教，但是咱对信仰诶态度，对上帝诶态度。 一个不如一个拜拜的人，一个不如一个，伊对伊家己嘅信仰足虔诚嘅人，即以这是咱家己爱来反省啦。吼、哦，犹太人迄个时阵，当因来问神，伫撒迦利亚，讲安尼，阮是毋是爱禁忌啊？啊，那照你安尼讲，阮是毋是爱去做更较济宗教嘅仪式？撒迦利亚讲拢免，吼、哦，上帝甲牙讲毋免啊，对即类物件吼，未免讲一个啦。你敢知？我嘛常常感觉。 一个囡仔会友好袂友好哦，我我个人即马做老爸的心情，就是讲，即马是袂免强钱诶，袂免强钱诶。你讲一个囡仔，伊甲母亲节会样画一幅图，讲妈妈我爱你，安尼就是友好哦。迄幼稚园教诶啦，幼稚园咧拜节目有有，无母亲节啊，得画图画，啊父亲节就送卡片，啊哥甲己做一个小礼物，爸爸我爱你，啊哥镜头要爸爸一下，哦抱一下，爸爸我爱你。 你讲咱一个做老爸的时阵，一个做老爸的心，迄、那个时阵当然真感动啦，吼！但是你搁再来过了，你看即个囡仔有有效无有效，甲伊父亲节要不送卡片，跟无关系。咱讲坦白嘞，无关系。啊，真正，因咱即摆即个文化吼，真够做即种商业包装啦，吼！所以囡仔嘛足足聪明，伊他知道怎么讨你的喜欢，但是伊敢对心内安尼做，都敢若亲像即摆文化情人节。 查甫人拢知影要送花，但是安尼感到代表真爱，毋若送花呢？我阁送钻戒呢。但是安尼感到代表我是真的爱他，我想毋是啦。哦，毋是就是讲真爱，甲你送个钻石偌大圈是无关系。所以，一个人有物有伊养老、爸老母，无母，伊母亲节需唔需送很大的礼物？ 嘛是无关系，一个老伯有听音见无，也毋是用长颈鹿的长度来决定。即个笑话敢若台湾人听有呢？哦，因为咱拢讲一个老伯啊，听囡仔就是塞车等去哦。嘿哪，不要嘿，倒车倒爱有天窗的呢？爱有天窗可以打开，长颈鹿才放得进去呢。哦，而且爱有迄间嘅信用卡才会使呢。啊，难道我塞的车无天窗？ 阮囝生日的时，哦、我无法躲避一只长颈鹿，吼，伊也管通出哩我诶车外面，安尼我著是无爱，我诶囝。我买不起长颈鹿，只买著是米老鼠。等起来，阮阮囝阿笑讲，爸爸你不爱我，毋是嘛，对不？吼、哦，安大家有了解无？上帝讲，即个爱物件未过节啦，毋是讲今仔日只犹太人讲，我我们好虔诚，就是代表讲我做听上帝。上帝讲，卖来这套，啊、哦，卖来这套，你要当作啥伟人啊你呀？真诶假？ 也是一种感情真情的流露啦，啊，像我咧老三吼，我实在是较含慢做人啦，我都毋捌咧送阮太太花，查甫人拢讲我送花要创啥？送花可咧差一工两工就拢萎起啊、蔫起啊咧吼，啊送花要创啥？吼，啊你来买啊，我不如送你一缕鸡花，迄可咧一年半年，可咧两年嘛拢无要紧，去免压水，但是你着做即个代志，恁太太甲你牵落去，真不浪漫吼、啊。不懂得情调，我承认啦，承认讲有影咱。 较含慢表达啊，但是你若问讲，是毋是咱真正有爱咱个太太，当然是有啊。吼、哦，我想这是咱一个人心中，你是毋是有爱你个家庭、爱你个囡仔、爱你个太太？即种物件吼，未价值啊，吼、哦，未价值啊。即是阿某两个人自然会知影啦、啊。你说你问我，老师傅，恁、啊、太太有爱你无？哦，我足爱我，我百分之一百肯定。所以你若问问我太太讲，啊，恁翁有爱你无？敢款啊！ 我这里问伊啦，我我袂当代表伊回答人哦、喔。我意思就是讲，两个人心胸彼此相爱，即著两个人知尔啦。你变人用看也看未出来，你表面上看起来足恩爱，昂阿某，迄问题偌在呢？咱著感谢即种昂阿某，因为有即种昂阿某，才我到足侪人写即种小说出来，才个足侪人拍即种电影出来，专门咧探讨表面上看起来足好诶婚姻，伊也背后其实重重诶杀机，吼、喔，伊也背后是安怎安怎安怎。 是安怎来安尼最甜蜜的家庭，是现状正最最恐怖的陷阱。啊，这就是正最电念一个拍电念一个一个题材啦吼。所以也就是讲，爱即个物件，毋是用外在表达啦。我想这是咱今仔日，即个艺术界、电影、文学拢咧探讨的物件，圣经，早著探讨啊。上帝透过撒加利亚对当代的人，当就是咧讲。 卖叫是恁做表面的，做甲足像的，都代表真呢。咱即马咧做假货，顶面佫有露水嘞。毋、嗯、看毋知佫真正当做真嘞嘞，但是真呢著、就是真呢。假佫较像，伊嘛是假的。所以上帝讲，咱人甲伊的关系，如果咱若无用真心关心咱的性命，咱若根本就无关心即个上帝的存在，咱无关心咱人甲天的关系，那呢，著算咱逐礼拜去做礼拜。 就算咱逐日祈祷，也是无路用。讲一句的时候，心情是足坏的。你敢知？你若教一个教你相骂的人，你要讲你不爱我，这句话公开出来。但是你要对一个会给你献花、会给你逐日、给你服侍、给你捧地，你要甲伊讲你根本就无爱我，这句话咱讲未出来。哦，讲未出来。但是有当下这个心中真正迄个感觉，那是足痛苦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想，在咱今仔所讲的，就是讲。 萨加利亚，伊所表达的是上帝一种觉悟来啦，吼、哦，患难啦，吼、哦，但是在种患难中，有案是有五王，迄、那个五王就是上帝要来主动要来啊修理咱的关系，吼、哦，要来改变咱的关系，上帝要来调整咱的关系，所以患难中有一个五王，即、這个五王到底是甚么？咱后一节继续看萨加利亚带互咱的答案。 你世界就是看代志个，足、啊、奇怪，你看够好笑你看竟然讲拍某拍甲写悔过书，啊写遮些摆更毋会个，这无法度诶、欸。人较早时哩讲啥讲，嫁着跋筊翁吼，三顿是两顿空啦。啊，你咧看报纸，这嫁着即落拍某翁，毋知要咩呾讲咧吼。啊，人哩讲敬武对丈夫，啊拍某，猪狗牛俩。 一个查甫囝，竟然会拍家己的个某，是真无路用啊！无，毋是这些好笑，是一个好笑讲，伊个是一个迄、那个中文系呢。诶、欸、甲我共款诶，我嘛中文系呢。诶、欸、伊中文戏讲，逐摆甲家某冤结，若甲出手拍因某，拍到安尼因某咧咧要好离婚啊！哦，啊，伊即马就写一张情书，啊，伊中文系真够写，啊，写甲人讲，哦，看看足感动诶。所以逐摆吼，因某若看伊所写诶，即个批吼。 看看怎原谅伊啦？讲毋知这个,這個知了、欸，刚才即个悔过书毋知写几张去安尼啊，即摆伊某讲毋原谅伊啦，讲一定要甲伊离婚诶啦。即、這个真正是哦，哎呀，你袂当讲家己做毋对，代志，刚才要写一张悔，要给人抱歉。即、這个无无悔改的无，你若无改变，你刚才讲用喙咧讲啊，用笔咧写啊，你较加写笑嘛是无度啦。到最后这伊某将要甲伊离婚啊，佫报纸牵出来，哎，即、這个真毋知变哪讲啊？哎，我嘛想无奇怪。 诶，读中文诶，像阮这读文诶，照你讲，袂动骹动手吃对咧。嗯，伊家也有关系。诶，拍就会拍，你读中文诶，读物理诶，读化学，去读数，学去拢共款诶。啊，这甲伊无关系啦。哦，咱查甫人有当啊脾气若来哦，家己若无控制吼、哦。你就算你是艺术家，你嘛是共款出手共拍咧。的啊，所以吼、哦，最上要紧诶吼，咱人要控制脾气吼、哦。 即个工具那无比一样，你种海即落跟咱大社会人吼、喔，对咱越来越绝望嘛，对无？咱今日讲困境中绝望中，还阁有一个欲望嘛。但是你何你莫规拢无希望起来咧，啊人要婚！莫怪人做尾要要甲你离婚啊！啊，讲到这点诶时啊，就感觉上帝原来真伟大咧啊！咱世间人安尼犯罪，啊，竟然上帝一次过一次来甲咱原谅哈，无怪人。 变面，安尼有影，上帝无简单，无简单，唉。嘛袂当讲无变面呢？你讲无变面，但是吼，早办嘛是有一日吼，上帝挡袂牢咧。所以我想讲咱做人是买爱家己爱、這個、说哩，著敢若亲像咱都在这里捕捉咧看即个无？袂当甲上帝讲啊，上帝对不起啦，歹势啦，然后佫无改，干那嘴讲要解，敢若写批讲要解。啊行动拢无解啊无改有一日因甲伊离婚啊？啊咱世间人嘛是啊。 咱若拢无真正好化解吼，有一日吼上帝审判，好无？咱上一集才讲过尔，上帝审判嘛是早晚会临到啦。即、這个世间有一日都是会世界末日诶。所以讲未当靠说讲啊，上帝足有,有耐心诶、啊，上帝足有耐心诶，啊咱就讲安尼，上帝安尼食较够安尼，我想即个嘛真危险诶。嗯，仁者有理吼，咱确实有影。我看即马即个时代问题愈来愈严重吼。哦 啊，我想咧，每一个人家己要小可哦，警戒心一个吼。尤其啊，最近个天气是愈来愈热，我嘛感觉天气个变化愈来愈恐怖呢。诶、欸，小老咱你讲即点，我足同意。最近你看吼、喔，遐个毋是愈来愈热尔呢？即摆落雨了吼，都做水灾呢。我咧台湾咧，即几年吼、喔，贡献够歹命咧。迄外面咧落雨，厝个讲无水通用啦，因遐落雨了吼，水管拢破气啊啦。 啊，所以嘛，有人咧烦恼，讲即马有雨水来，啊，即马过来，若阁过两三年啊，若无雨水诶时候，咱即马落诶雨吼，咱水库拢水拢欠袂调啊，所以人有人咧讲啊，讲反正佫过两年吼，会怎啊佫变旱灾？咱今年是做水灾，反正佫过两年佫做旱灾。嘿，老三你有够蚵仔钱啊？啊，讲一句好听诶，嘞，真正讲一句有诶无诶无人。我嘛是就爱讲好听，诶、啊、问题著、就是讲你即落。 咱家己水土保持做无好对无，咱袂当讲怪天公伯啊。咱若讲上帝，咱嘛是有雨水啊。咱照你讲雨水即满济，咱宜家用水库将即个雨水钳起来。吼、哦，啊，等你干若要无无水，水咧无够一时，咱只水库水才放出来，即有一个调节作用嘛。啊，你嘛毋是啊，咱水土做保持做了歹啊，即满落雨落足济吼，咱即满拢钳袂掉啊。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真正是咧咧抱怨咱那袂当怪上帝。啦。 啊，讲到即款的话题，真正非常的感慨。所以，亲爱朋友，下集啦，下集啦啊！真正哦，爱家己，爱养活改，爱改变，样那无哦，大乐天心也叫你无坏。好了，时间到了，拜拜咯，拜拜。拜拜